他们都不了解金针。我的金针，我觉得密码都是有生命的。看到这些，我仿佛在和他们对话。荣金针同志，你已经在破解你人生的密码了，真了不起。金针，醒醒，没有那些梦，我就没有办法解密，我就再也不说。到底什么才是真的？这些看似简单的数字和字母背后是注定深爱并无法割舍的一切。我常做一个梦，梦里回到家，有烛台，有鲜花，还有那些从没对我说过的话。他尽了他的职责，我也尽了我的。我们无法选择命运，我们是被选择的。